食基因改造粟米，老鼠都生癌。基因改造食品越嚟越普遍，你每日都有机会食落肚噶。究竟基因改造会唔会影响健康嘅呢？法国卡农大学用出两年嚟做研究，睇下对除草剂 Roundup 免疫嘅 NK603 基因改造粟米，俾老鼠长期食用有啲咩影响？佢哋搵嚟200只老鼠，一半只系食基因改造粟米，另一半呢就食普通嘅粟米。两年之后，食基因改造粟米嘅老鼠患乳癌嘅机会高啲噶，连肝肾都较易受损。甚至有5-8%嘅雌性老鼠生出巨型肿瘤，不过食普通粟米嘅老鼠呢，只系得30%生瘤，得瘤仲要细得多噶。更加得人惊嘅系，有70%食基因粟米嘅雌性老鼠系特别早死噶。研究员相信基因改造食物可能扰乱老鼠嘅荷尔蒙分泌，令佢哋生癌。不过都有学者就话，个研究只系用咗200只老鼠，唔够代表性。法国政府就话啦，如果研究结果属实，会立即要求欧盟禁止进口基因改造粟米啊。